奶妈正在帮助熊猫妈妈怀里的小宝宝喝上奶，熊猫妈妈温柔地把脑袋靠在奶妈的手臂上。这一幕不知道感动了多少人，可能没多少动物能像大熊猫一样如此毫无保留地信任人类。这并不是因为他们生性毫无戒备，而是他们从小就深深地感受到了来自人类那无微不至的温馨关爱。许多哺乳期的动物为了保护自己的幼崽，会比任何时候都警觉和凶猛，而大熊猫妈妈却是例外。她知道眼前的这个人类正在帮助自己照顾自己的宝宝，就像自己小的时候奶爸奶妈照顾她自己一样。这是无数个日日夜夜的陪伴换来的彼此之间的默契和信任，也总是最能打动我们柔软的内心，让我们看到了爱的付出得到了它应有的回应。当可爱的熊猫宝宝迈着还不协调的小脚朝你奔赴而来的时候，那一刻也许奶爸奶妈们所有的辛苦和劳累都在这一刹那烟消云散了，因为这份信任和依赖是其他任何东西都无法换取的。爱真的可以超越一切。